我不关节运动，嘿，来，双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屏东县九如乡这处玫瑰农场凌晨六点工作人员开始集合，在简单暖身操之后加紧脚步开始采收玫瑰。采玫瑰就是和时间赛跑，他们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采收完毕，一旦玫瑰被太阳照射到就会失去香气。员工们大家都是六点半就是开始上工，要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然后把花都采完，因为香气它预热就会开始挥发，那太阳一出来它的香味就开始散掉。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会比较漂亮？那就是因为说玫瑰适合生长的温度是15到25度之间，那冬天的温度是刚好适合它，所以这阵子的花会很漂亮。屏东县九如乡这片15公顷的玫瑰花园堪称全台最大，种植可食用的有机玫瑰花较少用在化妆品类，而是用在餐饮、面包、烘焙上较多。为了让民众认识玫瑰花生态，每年11月至隔年的4月开放免费入园参观，体验采花与品尝各式的玫瑰料理。人间卫视吴永曲屏东采访报道。